现在居家避疫之中，圣地牙哥已经封城两个多月了，每天确诊人数6000-7000，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个案，所以我们就申请特别外出证，每个星期4-5天，我们出去帮助需要的人。我们的防疫经验是：吃事多喝水，多运动，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、勤洗手，避免人多的地方，保持适当的距离。祝福智利、台湾还有全球，早日远离灾疫。